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赤红的挑战、自由挑战、湛蓝的挑战、自由挑战、星穹铁道折纸小鸟队对喷更新完结活动攻略、黄金的挑战、绯色的挑战、赤红的挑战、湛蓝的挑战、最终的挑战、自由挑战、星穹铁路 2.3。这边自由挑战第三关，赤红的挑战。把屏幕下边这个彩色的来往上面挪，然后第五排第五个这个草莓往左边挪，往着这个彩色的往左边挪，好，然后第六排第呢这个桃子跟左边这个桃子，它俩互换一下。然后第二排第四的猕猴桃往右边挪，又获得一个彩色的。好，我们第六排第五这个桃子跟下边这个彩色的换一下。好，我们最底下这一排两个彩色的互换一下，最底下这一排的，然后我们最右下角这个彩色跟左边这个桃子换一下，然后我们左下角这个彩色的往右边挪，跟右边这个草莓换一下，然后我们第七排第六这个草莓跟左边这个蓝莓换一下，这边刚好。这边自由挑战第四关来开始，这边第三排第四个这个桃子往上面挪，然后还是刚才那个位置，第三排第四个桃子往上面挪，然后第二排第三个的香蕉往下面挪，第二排第五个的香蕉往下面挪，然后第四排第四个这个桃子往上面挪，然后来第四排第三个的香蕉往右边挪，然后第二排第五个的香蕉来往下面挪，然后第三排第五个的猕猴桃往左边挪，第三排第六个的香蕉往下面挪，然后第四排第五个的蓝莓往左边挪，然后我们最底下这一排第五个的彩色跟右边的香蕉互换，好，然后我们最底下这两个彩色的互换，然后我们第六排第六个蓝莓往右边挪，然后最右下角，第七排第七个这个蓝莓跟左边这个草莓互换，然后我们第五排第一个这个猕猴桃跟右边这个桃子互换，然后这个彩色的跟上面的香蕉互换，这边勉强打掉，103滴了。